鲈鱼这样做比清蒸更好吃。洗干净的鲈鱼两面改刀，鱼肚里面放上少许黑胡椒、盐、姜片冲洁，让它打个滚，全身沾上干面粉，七成油温下锅，小火煎黄，翻身煎另一面，两面煎黄铲出备用。锅里下入蒜片、花椒、干辣椒爆香，再少许生抽，几滴老抽，半勺忘情水，凉说的腌，雨说的白汤，调好料汁倒入鱼，煮一分钟，放入清风椒，大火收汁。